还没有发生前，我们就跟大家也报告，我们是怀疑哈有饭店里面的一个传播了哈。那目前来讲，这个关联性哈，我们要检测相关的一些这些基因的序列哈，那能够让这个情形能够更清楚。那确实这是一个饭店里面的一个群聚，因为有四个案例了哈。120其实他的生活相对的单纯，然后到机捷主要都骑摩托车。然后坐机捷从三重站 A2 到机场旅馆站 A14A， 好、哦，那然后啊、哦、那边就直接走路就上班了，然后回来就循着这路再回来。